愿主张开他的慈容照耀你，赐你平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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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主面上闪亮的荣光照耀你，你将爱归之给你，赐你能力。愿主恩待你。赐福保佑你，愿主赐福今天来参与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那么我们聆听了美好的诗歌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是要见证来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跟美好的道理。在这里呢，我们有请我们的传道者韦永恩传道为我们来讲述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与爱。